有请我们的二号嘉宾。官儿好，官儿好。您好，您好。我们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小欧。官儿好。但我挺纳闷，就长这么大块，怎么叫小欧啊？小欧。哦，小欧。哦。那做一下自我的介绍。郭老师好，现场的嘉宾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哎，小欧好。小欧好。男，单身。哎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男看出来了啊，男看出啊，正因为男，所以才单身。25岁，现公职于某机关单位。哦，职业是秘书。哦，谢谢，好好努力吧，小欧啊，非常的可爱啊。这个是我原来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一串非常重要的手串。他送给我之后，我很多事情都特别顺利。我今天转送给郭老师，希望您也一帆风顺。哎呦，谢谢，我珍藏，谢谢，兄弟，谢谢啊，来，跟我那保险箱里边，跟那便当搁一块儿去。